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、b 是实数啦，而且 a 加 b 是有理数。那么他问说哈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哈，加上呢下面的哈哪一个条件以后哈，可以确定呢 a 它是有理数的。我们看第一个选项，啊，第一个选项就是说 a 加 b 啊哈，它是有理数，这是已知的嘛。那如果 b 它也是有理数的话，那我可以推论什么呢？一减也是有理数啊，两个有理数相减也是有理数嘛，减下来 a 也是有理数的，所以呢，所以第一个选项是对的，也就是说这两个选，这两个条件成立的话，那么 a 就是有理数了。再我们看呢第二个选项，哦，就是3 a 减5 b， 如果是有理数的话，那加上这个条件。我把这个东西，我把它乘以多少？乘以3呢？乘以5好了。这个是有理数嘛？ 5 是有理数嘛？一乘也是有理数。我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就是 8a 是有理数了。那 8a 是有理数的话，那8也是有理数嘛？我再给它除以 8， 也是有理数。那所以我就得到哈 ，a 它是有理数的。所以第二个选项也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三个选项。第三个选项，他就说，加上 a 平方减 b 平方，如果也是有理数的话，那我这个哈，可以给它的因式分解一，然后我这个啦哈，除以这个也是有理数的，所以哈，我 a 平方减 b 平方哈，除以呢 a 加 b 哈，它也是有理数。不过要加个条件 ，a 加 b 呢不能呢等于 ，a 加 b 不能等于。那如果 a 加 b 不能等于0的时候，那我就可以得到哈，这个 a 减 b 它也是有理数。那 a 减 b 是有理数 ，a 加 b 是有理数的话，我两个给它相加，两个给它相加以后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2 a 也是有理数的，然后给它除以2。所以得到 a 也是有理数，也就是说，在 a 加 b 不等于0的情况底下的话，你加入这个条件的话，那 a 哈它会是有理数。不过我们要检验一下，当你 a 加 b 如果等于0的时候的话哈，是不是呢 a 也会是有理数？我们看看哈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比如啦哈，比如说哈，这个 a 的话呢是等于呢根号2。那呢 ，b 是等于负根号2。好，那我这样的话呢 ，a 加 b 哈等于0哈，它满足呢有理数嘛哈，满足这个条件嘛。然后的话呢 ，a 平方减 b 平方哈等于2减2哈，因为 b 平方也是2嘛，等于0，这也是有理数啦。这两个条件呢都成立了，但是 a 淡了哈。a 呢等于根号2哈，不是有理数了。我就举了一个反例了，举了这个反例以后哈，我就知道说哈，这个 a 不一定是有理数的。哦，当你的 a 加 b 等于0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不一定是有理数的。所以呢，第三个选项呢是错的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这个选项，这个选项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举个例子来否定它嘛。这个的话，一看的话，这不一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 a 如果我选多少呢？选那个2减根号3。那 b 的话哈，我选2加根号3。那两个加起来是有理数嘛，满足它的条件。然后的话哈，我两个相乘，两个相乘是有理数了哈。a b 等于4减3嘛，等于1，它是有理数。这个是有理数，而且这个有理数，但是呢 ，a 不是有理数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不一定的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，这个的话是有理数，这个是有理数的话，能不能推出 a 是有理数哈？我们现在哈，来举例啊。不过的话哈，这个例子不好举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哈，我们哈就假设哈，
我们哈、哦、这个呢是 a 加 b 是有理数吗？我就给它呢一减，一减以后的话哈，因为这等于零嘛，就是，一减的话 a 就没有了，就 b， 啊一减根号三哈、哦，这个是等于有理数。我假设哈、哦、这个叫做小 q 好了，哦 q 一好了 ，q 一是有理数嘛，等于多少呢 ？q 一的话一减的话就是 q 一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 b 哈就等于多少呢？一减根号三分之 q 一。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q 一哈一加根号三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 a 啊哈 ，a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哈？是等于那个负 b 啊，啊乘以这个根号三。哦，那 b 的话呢，我就是我假设这个哈、哦，它是等于 q 一嘛，嗯，哦不是啊，就这个我假设是 q 一啊，这个假设 q 一的话，这两个相减以后是 q 一嘛，所以 q 一是 a 加 b 啊，好，那这是负 b 的话是这个负的 q 一哈，然后乘一加根号三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的话是等于那个。我看，啊，再乘以根号三，根号三哈，这是等于负的 q 一哈，然后三加根号三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我就选择什么呢？三加根号三，这个的话哈，就等于多少哈？就等于那个，负的 q 一哈，我就令哈令那个令哈，令那个 q 一哈，我令它是等于三好了。如果令它等于三的话，那 a 又等于多少呢 ？a 的话呢，或是二好，我就随便拿，就负二哈，负二的负二乘以三加根号三。这是等于负六哈减二根号三的，然后这个 b 的话哈，现在多少呢？我 q 一的话 ，q 一的话，刚刚是令它什么？令它是等于那个二，哦，我令它等于二嘛，令它等于二。那这样的话 ，b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一加根号三。好，我们发现哈，你 a 加 b。这是二加二根号三，我 a 加 b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我 a 加 b 哈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负四啊，是有理数嘛。然后的话哈，这个 a 加 b 根号三 ，a 加 b 根号三等于多少？等于负六减掉二根号三，加上 b 是二乘以一加根号三。好、哦，它、啊、再乘以呢根号三，好、哦，再乘以根号三，这样加起来等于多少？加起来的话哈，是等于那个，这个是负六减二根号三啊，加多少呢？把它乘进去，这是三加根号三嘛，哦，二乘以三加根号三，这个是等于六加二根号三。哦，就六加二根号三，六加二根号三，这个等于零，这也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等于零了哈，也就满足这个式子，也就是说我 a 加 b 哈、哦、是有理数，而且 a 加呢 b 根号三是等于零，就是在这两个条件底下的话，我找到什么呢？找到 a 跟 b， 找到一个 a 是这个。找到一个 b 是这个，使得呢 a 哈它不是有理数了，我就找到一个反例了，找到一个反例，所以呢这个是不对的，哦这个是不对的，就是说你 a 加 b 是有理数，而且 a 加 b 根号三等于零，那在这两个条件底下的话，我找到一个反例，这个反例就是 a 等于这个 ，b 等于这个，
那 A 的话呢，它不是有理数，所以呢，这个叙述是错的。所以对的只有一跟二，好，一跟二是对的，其他都是错的。